都打流了。毕竟今天晚上咱们一定要去一个能洗澡、能洗头的地方住，好不好？还有海拔不是那么高的地方。给大家看这戴着粉色帽子的小可爱，很帅。给大家看看这个后面这位把自己完全蜷缩起来的小可爱。啊，受不了了。What are you doing？ 暖气，暖气。不是，这个风真的是凉的，哥。不是不是，我哥，温度。这车还没热呢，车还没热车呢。走喽，拜拜，于子熙。Salute。Salute。哎呀，昨天小凯凯也没有看到流星雨。别说了，昨天我记得你还叫我抱着睡袋跳出去。我想了想，我跳出去之后，本来我就高反，我还跳出去。我觉得坏，我就怕冷，我就把那个给我那个毯子，我直接塞到睡袋里了。你们至少都还可以，就是为自己的冷做一点点的事情。我是只能眼睁睁地感受着冷，我动都不能动，只能躺。哎呀，终于下山了。挥臂着吻过，大峡谷的风呼啸而过。你看，小凯海拔低的醒了，没唱歌了，复活了，兄弟。故事更醉，小凯真的下来，他什么都有。怎么了？后面风里。我两个进不去，一心自取。警察叔叔，死路。我觉得我们已经错过我们的早饭。Of course。我好饿。你吃饭了没？需要加个油。这车加什么？92。这车肯定加92，难道要加95？我刚好去超市买东西了。啊？这车应该加92吧？95哈？啥？这车加95？对啊，这加95的。加完了吗？加95的。人不是92吗？不知道，写95的，得打开油箱盖。给。活过来了，有没有什么那种电暖裤的？我感觉我的腿是因为太凉了，所以它一直没有回温。我们一会儿找阳光充足的地方，咱们晒晒腿。我觉得可以。进入雅江隧道，全长260米。哇，这个是在峭壁上修的房子，非常酷。好帅，这房子！中国松茸之乡，雅江。